接下来是日前国内的步行手本，对家里在经营卫生的传统，基本的草能论及台上的控诉，国内有一间动用名的步行公司，苏迪二手学生的平安保费，15年以来付理赔金。我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很怕说，我突然走掉的时候，他怎么办？阿梅跟莫瑟很唔盼的李三几秒微缩嘅暴毙猫眼，但先去打架是先行一扑，不然来照顾几间生意呢？其实很矛盾啊，希望他好一点，希望他活久一点。可是又怕他活得比我久。喊出那首歌面，奇怪这些丑到轮椅上，总叫某力的平等。第三几秒微缩的声音呢？硬硬硬是去抵抗，硬硬硬行业细毛。他虽然有这种的病，但是他的状况没有出来，然后他就说我这个是带病投保，然后回绝我。保险公司唔赔嘅理由，本家长很靠心寒。难得蛤蟆发片之前，保庇发拍天空嘅相片，跟安慰起家，这个人会好嘅。希望我能从跳人从。希望其他都做得实际合理公正的理赔，希望有一双又强又有力的手做得特殊其他都状态。下个新闻，天发李浩贤台北报道。好，高雄市有一名。